大爷，这给五十卖不？那个卖不卖吧？不卖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大爷，闺女，他怎么不拿这儿来？啊，不是，你可以找一下。他家远吗？不远。有教主看见了，老太太，这象征，都是塑料的啊。嘿，没金的，没金的，都是塑料的。哪有金的？哎，这个布都是老绣的哈。嗯，六几年的，都是六几年、七几年您结婚那节了。我那时候没结婚。六几年没结婚了？八几年结的婚？奶，他们干啥？他们七几年结的。七几年，姨沈阳。来干啥呀？喝破烂儿。喝破烂儿的。哎。您说这那啥没找着是吧？嗯，您说这个盐菜锅子没找着，这不愣挨了吧？找着了，我还没找呢。您找半天，我找问你，这还缺三本是吧？这是四卷，这是第三卷呀。嗯，缺一二四。那个，这是精装的，这精装的是吧？哎，这是一至四卷，这是全套的。哎。您那啥没找着是吧？多少钱呢，大爷呀？嗯，多少钱呢？这本连地点象征，拼命的抢。多少钱呢，大爷？你给拿500块钱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您那没往色要？没往色要。您怕掉里头吗？那是对，多要肯定比少要强。您不想卖吧，大爷？啊？要不我没说，我不让你们，我没劲儿给你们拿，我不让。刚才那帮老爷子劝半天，好久滚了，是不大爷？您找找那个呗。这个不妥的，不给找这个，瞅不出来，是不大爷？您找找。你甭瞅了，那价儿你们那是不敢往上谈价儿，你们。我还没给价，你咋知道不敢往上谈呢？啊。少多少钱不卖，我听听得了。我听你的吧。大爷。给一百块钱，没有塑料，100块钱呢，没少给。我从花大哥那来的时候，那个，你呀，你那100块钱，你先我过去了，这100块钱价啊。我这一本书给100块钱不少了。你呀，那你那100块钱，你先搁手攥着吧。你少给我拿50，450，是这意思不？哎，你再找找别的吧，我要不了。那老太太说给价那个，那是。这是抽大烟的，这个是吧？嗯，带这个，这给50，50不给，不给拉倒。山鬼，镇宅之宝，这都是假的，这个也是假的。嗯，这一二这四个是真的，连那小旋朵是真的。嗯，你轻点，没事，坏不了。它万一磕坏了呢？这是这也不老。完了，咱家俩真妥不了了，我一瞅，这都是老的。大爷，这给50卖不？那个卖不卖吧？不卖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上边也那椰子那个那啥掉了是吧？不卖没辙，都在这儿呢啊。嗯。我说这是啥？嗯，我就要这俩给100。卖不，大爷？好，想好了。你呀，你那100呀，你先搁你那真是卡上，你先搁上去吧。我是买这个啊，我这大冷天的，我不可能跟人聊天的，大老远的是吧？在这儿我没说啊，我说我要的是这数，2000啊，2000啊，这点东西要2000啊。抢劫了，他说的你，不是抢劫，是打劫。他们给我350啊。你在那儿我说着吗？说着，您给350，我要不了。不对价，不对价，我不卖。对，行，那麻烦您了，大爷啊。